个就是一个626的一名护士，这个是我们家那个摄像师当时那个都在车上嘛，然后他们随手拍的。我就是昨天就在现场感觉挺好的就发了，听我们摄像师说当时你是奋不顾身，因为我们是经过的车辆，然后奋不顾身你就下去了。我就觉得太有大爱了，大赞，我就觉得好人肯定一生平安。然后当时他家新郎看见了，然后说我们就是那个路过看见了，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的，然后也不是想用来炒作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